姐，我出差呢。哎，文文，哎呀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我知道你特别累，但是你一定得听我说几句。你要是不听我说啊，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了。那你怎么不想我睡不睡觉呢？真是出差都不想。那你刚才为什么关机了呀？你要是刚才听我说了，你现在不就能睡觉了吗？你什么逻辑呀？我是你24小时倾诉对象呀。我刚在飞机上。 你别那么大情绪嘛！你赶紧，你要说什么赶紧说，简短的说啊。那好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儿不是平安夜吗？我跟缘分呢，我们去后海约会。正在我们吟诗作对、举案齐眉的时候，哎，一大帮子俗人对我出言不敬，缘分就直接上前跟他们理论啊。我也上前帮着他，结果最后就打起来了。文文，你知道吗？ 缘分为了保护我，直接把我推到一边，挡在我面前，跟那帮人对打。那缘分是把你推到一边呢，还是挡在你前面啊？这好像不是一回事吧？哎，这个不重要嘛。哦，那他当时不是把我推到一边吗？那我也不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呀，我就得上去帮着他，他就挡着我。哎呀，反正文文我是不会判断错的，缘分他就是为了保护我，被那帮人给打了。 你不是一向嫌这种事儿俗都躲得远远的吗？你这次怎么了？文文，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缘分是不是喜欢我。你看你怎么绕这上头来了？你跑题了，真是无聊。你说什么呢，文文？我说缘分喜欢你，是吧？你也觉得我判断的没错吧？我就说嘛。 哎，你说咱们俩都是写感情故事的，这点事儿能弄不清楚吗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了？后来缘分就受伤了，然后我们就去医院了。他姐姐和姐夫也去了。哎，你说他姐看见他因为我被人打了，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意见呀？你说他以后会不会阻止我们交往呀？李中原也去了，去了呀，还是他把我跟缘分送回家的呢。 哎，你说他姐会不会阻止我们交往呀？喂，文文，你听我说话了吗？我怎么那么傻？我应该在家待一晚再来的呀。我现在其实过得挺纠结的。 啊，当然，这跟那会儿在你的这个恐怖统治下的这个压抑不一样。现在韩文文对我啊盯得太紧，我就不知道她怎么那么爱我呢。嗨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 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花啊！你不是说过节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人给你送过花吗？我今天呀就特意来给你补过的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！为了买这束花啊，我跑来跑去，城里的大小的花店都没花了。哎呀，我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店里，都快关门了，我才买到这束花。你说我买这束花多不容易啊！你哭什么呀？ 真是不好意思，你说我给你买个花，我这么多废话干嘛呀？真是对不起，我惹你生气了。我高兴，不是你高兴，你哭什么呀？谢谢你啊！哎呦，不客气，姐们儿，姐们儿。喂，哎阿林，你帮我个忙。嗯，文文啊，哎呀，这大半夜的你怎么了？要我帮你什么忙啊？你现在就去敲李荣元家的门，你看他在干嘛？现在啊？对，你现在就去打车去，我回来把车钱给你，或者你叫滴滴，我微信上给你结账。不是文文，这不是钱的事，关键是都几点了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让我去干嘛呀？就敲他家门啊？不是。 我觉得李忠和云深南今天晚上肯定在一起过夜了。你让我去捉奸呀，这不太好吧？我这么高尚一人，怎么能做这么俗的事儿呢？你还是找别人去吧。你就这么拒绝我呀？这事儿就算再俗，你都得帮我去做，这又不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我帮你多少忙了？你没钱吃饭，我义不容辞给你做饭；你没钱打车，我义不容辞给你结账；你打电话，我义不容辞永远接听。我现在让你帮我这么小一个忙，你都不帮，你还是我姐妹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这就去，我马上去，行吗？哎，你记得微信给我支付车费啊。行，我现在把地址发你微信上，你现在就去。 谁呀？大半夜的！李医生，我阿莲呀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啊，李医生，是文文让我来的。文文让你来的？什么事儿啊？那个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出来！我看见你了！瞎嚷嚷，大半夜的，到底什么事儿？那个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文文给你打 FaceTime 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 他让我来找你，他要跟你视频。就这事儿，这还不是大事儿啊！哎，这幸好我在你这儿敲开门了。我今天要是在这儿敲不开门，我还得去你前妻家敲门。哎，我说李医生，你以后可不可以及时的接听一下文文的电话？你说你今天要是接他电话了，他也不至于来这出啊，折腾的我大半夜的往这儿跑。明白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行了，这找着你，我任务也算完成了。 赶紧的呀，文文还等着呢。啊，我看你跟他视上频，我就走，快点。不不不！哎，文文，哎，快，我在李医生家呢啊，我在呢。 他就一个人在家，你放心吧啊！给你们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看什么看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那你在家干嘛不接我的电话呀？废话，几点了你知道吗？你不会挂了电话又出去吧？你有毛病啊！你有毛病，我还没毛病呢。那谁让你？ 我一走你就去跟他见面，缘分出事儿了，我不该去医院看看他吗？再说我不是先把你送到机场，再去的医院吗？我不是不让你跟他见面，但你干嘛不接电话呢？我回来睡觉了呀。我不管，以后你随时接我电话和我视频。挂了。 姑娘，你在这看这么半天了，挑好了没有？挑好我帮你装上。先不急。这个多少钱？果篮啊，300。那这个呢？380。你要是嫌这两个贵的话，这有便宜的。便宜的多少钱？200。这不显档次。也不便宜啊。那你再看看别的吧。 谁啊？啊，我阿莲呀！进来吧，门没关，用力推啊！哎，严导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哈，你要是晚来一会儿啊，我就出去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我这不是来看看你。啊，本来想给你买点水果的，但后来听人说鸡蛋敷脸能消肿。 我谢谢你啊，我没事儿了，不用看了。你这是着急出门谈事儿？我轻伤不下火线，跟咱们系有关？那必须的呀。哎，那方便带我一起去呗？不方便，还真不方便。哦，好，我先走了。你记得一定要拿鸡蛋敷脸上的伤啊！不送啊。啊。 生鸡蛋，敷脸有个屁用啊！这账号填我工行那个吧。哎，你把我这张卡也填上吧。干嘛呀？多打我账就行了。觉得不合适吧？ 李一龙，你又憋什么坏呢？我憋什么坏了？咱们俩不是离婚了吗？你说哪有离了婚还把钱都打到一个账号上？这不穿帮了吗？啊，打一个账上就穿帮了？那可不是嘛！你以为人宅心办的人都是傻子呀？不是，你这人真是。 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在一块生活这么多年，这么点信任都没有是吧？那正好，干脆各过各的吧。你，哎，你瞧你，这谁说不信任你了？你写，你自己写上。 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嗨，迟到是美女的特权。喝什么？我给你点。随便。服务员，来杯果汁。说吧，叫我出来有什么指示啊？我今天叫你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一说林一龙这件事儿。你说。这个林一龙是个闷葫芦，所以我觉得你必须采取主动。嗨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就这事儿，你发个微信我不就得了吗？ 我是怕你摸不着他的脉，这兵法云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要想拿下他给咱电影投资，你首先得了解他。这就像你卖红酒，不得先了解一下客户的口味吗？你可千万不要轻视林一龙，他可是有名的铁公鸡。要想铁公鸡拔毛，咱得费一番功夫啊。看来这林一龙还是个难啃的骨头啊。不过你放心，为了提成，我豁出去了。 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劲儿。哎，我昨儿加了他的微信，我现在就给他发信息。行吧。花艳丽。 干嘛看我手机啊？心虚什么呀？我心虚什么？你把手机给我。龙哥，忙吗？我盼你请我吃饭，盼的花儿都谢了。不是这花艳丽是谁啊？她这要约你啊？约什么呀？你把手机给我。不是这花艳丽是谁啊？这花艳丽是谁？她干嘛给你发这种信息？要约你啊？我约什么约啊？不是。你别动。龙哥睡了吗？ 没睡，咱俩聊会儿呗。不是，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干嘛给你发这种信息？我们俩没关系，那是缘分的朋友。你扯淡！缘分的朋友给你发哪门的信息啊？我哪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发信息啊？他主动给我发的，我又没给他发。你放屁！你俩没点问题，你干嘛这么心虚啊？你把手机给我看看，我看你俩之前我发的。我给我告诉你，我不给。给我看看。干嘛呀？你神经病吧？你懂不懂什么叫隐私啊？隐私？你现在跟我提隐私是吧？你上厕所不拿纸的时候，你不跟我提隐私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事儿你真必须给我说清楚，要不然咱俩今天没完。你撒开！咱们俩现在什么关系？咱们俩离婚了行吗？你管得着吗你？ 混蛋你！咱们俩现在什么关系？咱们俩离婚了行吗？你管得着吗你？ 护士长，该吃午饭了。您老直勾勾的瞅着电脑，这里边有帅哥呀，还是有金山呀？我得出去看看。哦。啊，我大概知道在哪儿了。嗯，不堵车的话，半个小时吧。啊，行，一会儿见。还没到呢。哎呀，那有什么问题呀？不就是宫威加凤城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哎，他来了，先挂了。龙哥，这儿。哎哎。龙哥。哎。缘分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他太不靠谱了。这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约编剧聊点事儿。 嘿，他不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不给你。哎，哥没事儿，他不来不还有我吗？哎呀，哥，咱今天能不聊电影投资的事儿吗？这饭不总要吃吗？你说呢？是，饭总得吃。哎，点菜吧，那就。我都已经点好了，我就是不知道你爱吃什么。我吃什么都行，吃什么都行。服务员，上菜。 龙哥，您是狮子座吧？865号应该是吧。我说咱们俩怎么那么投缘呢？原来我们俩星座是绝配呀。你什么星座啊？我白羊座啊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白羊跟狮子那是绝配，这俩星座绝对是互旺互利型的。我们俩要是凑一块儿，那气场可牛了。是吗？我不懂这些啊。龙哥。 我听缘分说你最近刚刚恢复单身，嗯，是。你说你这么有魅力，肯定很多女人追你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哎呀，你别谦虚了，肯定有。我真没有。林一龙，在这儿干嘛呢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 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我跟朋友一块儿吃个饭。什么朋友啊？龙哥，这位是那个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，这是我前妻郭月小姐，这是黄艳丽小姐。你就是黄艳丽啊？对呀，哟，郭姐知道我呀？哼，老知道了。 不是，他是缘分的朋友。那个今天饭局就是缘分约的，结果他有事儿，他来不了。你不信你？来都来了，一块儿吧。啊，走，一块儿。服务员，加套餐具。 哎，龙哥，咱们俩刚刚聊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说你有没有女朋友？龙哥，你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啊？我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类型。别逗了，你这么优秀，你选的女朋友肯定也很优秀。首先得漂亮吧，其次还得有点才华吧。哎，龙哥，我身边还真有一帮特别优秀的单身女朋友，等回头有机会啊，我介绍你们认识啊。不用，不用。哎呦，龙哥还害羞了。龙哥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 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不许再跟那小妖精联系。什么叫小妖精？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？哟，这就护上了，还说跟人家没关系？怎么着？你看上他了是吧？神经病，懒得理你。你别闹，你把手机给我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呀？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以后别再缠着你。同学，你过分了啊！我就交个朋友，吃个饭，你至于吗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当。 管得着你了？你是我老公，我不管你，我管谁呀？谁是你老公？回家看看离婚证去行吗？我们俩早就不是两口子了，有什么权利管我？一龙，你行，你行。你这撒泼草没趣呢。 仲元，这事儿你得帮我，我现在是真没辙了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刚刚听你说那些，我没听出有什么问题啊，不是，是不是你太敏感了？我觉得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坐下吃顿饭，其实真没什么。不是啊，你没看见他俩说话那眼神儿，那女的她乱放电，那一龙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是吗？可是。 一龙的个性你应该了解啊！你说他那种人能做出什么出格事呢？你就是放手让去做。哎，这么跟你说吧啊，就是全世界的男人啊，包括我，都出了轨他也不敢，真的。那这人保不齐会变呢。我就觉得他这回不一样。那以前我管他，他哪敢反抗啊？这回可好，动不动就说什么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管不着我。 他拿这话噎我，还说这种话，是啊，那不好。他不会把这假离婚当成真的了吧？他不会不跟我复婚吧？不可能，你想多了。你说，当初你提出要离婚的时候，他多怕你不跟他复婚，他多怕你不跟他一起过呀。你这不逼着我给你们当个证人吗？你放心，他不敢啊。我这个证人还在这儿呢，他要敢，我给你做主。反了他了还。有你这话，我还放心点儿。 我思来想去，也就你的话他能听进去了。哎，你抽个空跟一龙聊聊，别让他再接触那花艳丽了。是，我最近也正打算找他聊聊呢，我看看他什么想法啊，回头告诉你。哎，那花艳丽真是缘分的朋友。没错，那个给缘分写剧本那阿莲你记得吗？花艳丽跟阿莲是室友，一龙这点没骗你。 哎，月儿，你来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哎，别忙，什么都不喝，烦着呢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谁招你了？我逮着林一龙和一女的约会。老林，这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最可气的是，他因为这事还跟我吵了一架，说什么离了婚了，我没资格管他。你说，我们这拆迁款马上就下来了。 他不会有了钱就真变心了吧？你看清楚那个女的是谁了吗？李中原说是你弟一个朋友的室友。我弟的朋友，那更不靠谱了。雷龙不可能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你是没看清楚那女的长什么样。我跟你说，活脱了就是一妖精。哎，没话说的时候就浑身乱颤，胸大屁股大的，男人不就喜欢那样的吗？ 那这事儿你跟李中原说了吗？林一龙的事儿他应该管呀，说了呀，他能怎么着啊？他说老林不可能跟那女的怎么着，对嘛？我就说嘛，这全世界男人出轨，林一龙都不能出轨，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怎么跟李中原说的一样啊？你们俩没事先串通吧？没有啊，我们俩往哪串通去？那正说明我们两个人都了解老林，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觉得你现在就别多想了，最关键的是等这拆迁款到了之后，赶紧麻利的去把婚给付了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你想那么多，现在一点用都没有。嗯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？嗯。然后吃饭去吧。哟，你新婚？别瞎说。 嗨，盛楠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没事，我晚上请你吃个饭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我约朋友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你就跟你朋友先吃啊，回头我来再来找你啊。我给你打电话，我先走了啊。行，拜拜。今儿真漂亮。漂亮？你应该说我帅。帅，拜拜。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慢点开。嗯。你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不讨厌吗你？什么情况？没情况。 好，赶紧走。我给盛楠打过电话嘱咐过了吗？郭院要是过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谢谢你这么替我排忧解难。你先甭谢我啊，帮归帮，有些事儿我必须得清楚。就譬如说，那女的到底是谁呀？ 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哎，要不是你们俩当初那假离婚，逼着我立个什么监督的军令状，我管你们这破事儿。那女到底谁？我跟你说，我帮你把郭月这边摁下去了，你不能给我有什么歪心啊。就是以前小舅子的朋友的室友。室友我知道，我问的是你们俩什么关系？ 我们俩能有什么关系啊？朋友呗。行。郭友可跟我说过啊，说那女的长得那叫一个妖艳。嗯。是挺妖艳的，但也没他说的那么严重。他你还不知道吗？成天瞎咋呼，白的都能给你咋呼成黑的。 这你得理解他。你们这假离婚，人家是抱着100个信心跟你复婚的。你说这节骨眼上，你给我出什么幺蛾子，那不彻底崩盘了吗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！当时你记得吧？可是他逼着非要跟我离的吧？那人家也是为了你们俩未来的美好小日子，不是？他那点小心思、小想法，其实我都能理解。哎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那股矫情劲儿，真的。 屁大点事儿，一天到晚在跑你这儿，嘚啵嘚啵，一直得嘚啵到你心力交瘁、缴械投降为止。那说明他爱你，他怎么不跟我这嘚啵嘚啵呀？他要跟我这儿这样，你是不早该疯了？那倒也是，踏踏实实了啊，千万别有歪心，千万别让我难做。我先谢谢你。 我上回跟你说我那新房装修的事儿，你帮我想了吗？想了，已经设计差不多了，回头发你邮箱。够意思。嗯。哎，就找你吃饭那王小贱，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嗯，有点吧。什么有点啊？特别有吧？她就是一男闺蜜，对谁都这样，要不然怎么能叫王小贱呢？ 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眼神出卖一切。你那么会看眼神呀？你那么会看眼神，就应该知道你们家林龙到底在想什么。他，我懒得看他。我再说，这成天看吧，你就看不准了。也许，这就是夫妻之间的疲倦感，每个夫妻都一样。你不会因为这个就不想再婚了吧？ 嗯，说实话啊，我有点怕。你也知道我这人，从小到大没输过，可没想到在自己的婚姻上跌了这么大一跟头。如果我要是再失败的话，我估计我就得上你们医院心理科报道了。那么严重吗？你没离过婚，你知道？谁说我没离过啊？不是，你那是叫离婚吗？真离婚跟假离婚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好吗？听你这意思，对李中原还有点依恋啊？你们俩当初不挺急于摆脱对方的吗？不是，这跟李中原真的没关系。我只是说婚姻的这个概念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这婚姻失败，就等于人生的一半是失败的。所以，如果我再选男朋友，再决定恋爱，我一定要慎重加慎重，绝对不能再失败了。难怪，你对那王小贱好像有，又感觉没有。你还挺敏感。那是，我们在急诊室工作的，有几个不敏感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恨不得一听见那大呼小叫那动静，我就知道他哪受伤了。那你快分析分析，这王小贱到底哪受伤了？这王小贱吧，人是不错，可她是一娘娘腔哎。哎，我先说啊，我不是歧视娘娘腔，那你不用说了，女汉子一个。这理论上呢是需要这么一个娘娘腔，所谓叫性格互补。可你别忘了，这中华上下5000年的传统价值观，能接受这女强男弱的婚姻吗？别人都无所谓了，关键是你爸妈。别到时候刚受完你跟中原离婚的刺激，才知道你找一娘娘腔，那不炸锅了？吃吧。刚回来？啊，刚跟郭月吃完饭。巧了，我刚跟一龙撸完串。哦，哎，那个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那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普通朋友。真的假的呀？他没跟你说实话吧？都对天发誓了。哎，那我就奇怪了，你说那女的是艾君请来那编剧阿莲的室友，她为什么老给林一龙发微信呀？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啊是你弟给一龙发的信息，让他过去。一龙以为你弟跟他聊投资的事呢，哎，兴冲冲跑过去，结果你弟不在，那花英丽跟那儿等着呢。嘿，这个袁爱君又憋什么坏呢？你啊，有机会问问他啊。我这么跟你说，一龙跟郭月都是咱俩的好朋友，你千万别因为你弟的什么朋友闹出什么事儿来，不好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得空我问问他。哎，那没事，你先上去吧，车里拿点东西。好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还不准我提前结束工作呀？不是啊。你不是说等那一罐子幸运星拆完了，你才回来的吗？你不高兴？没不高兴啊，我就说呀，你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，我还能去接你呢。接我呀？哎呦，你有时间接我吗？这么晚才回来，你干嘛呢？我晚上我跟林一龙一块吃的饭啊。哦，那你在停车场干嘛？我可看见你车进去老半天了，人才回来。你在干嘛呢？我没干嘛呀。没干嘛？我可全都看见了。哎呦，我说你以前是不是搞特工的呀？那你说呀，你干嘛了？敢做还不敢说呀？你不都看见了吗？还问我？我哪看得见停车场里边啊？你说你老对我疑神疑鬼的干嘛呀？啊，要不就打个飞的回来查岗。哎，要不就大半夜的要视频，连不上吧，还叫你闺蜜过来砸我门。你现在又整一望远镜来监视我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？那我还不是怕你背着我？你怕我什么呀？哦，我还背着你，我能背着你干什么？你如果是这么不信任我，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？那袁胜男我就够受不了了，这又来一你，我不能刚离了虎口又入了狼窝吧？你怎么拿袁胜男跟我比呀？那我拿谁跟你比呀，姐姐？这不都是你们做的事儿吗？这些事儿都让我受不了的呀！这，哎，你就跟哪儿蹦的呢？你还想不想好了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回来！半个小时之内你要是不到，后果自负。欧巴，我不知道我这么做会让你这么不高兴。 我是太想你了，想跟你多待一会儿。你这么长时间没看见我了，就别跟我生气了，嗯？以后我要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说，不吵架，好不好？要不我现在找杨绵绵跟你斗一场，咱们一斗泯恩仇。我去找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斗什么斗啊？你还……哎呀，你看，你别生气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。 这不能老是这么监视我，你这搁谁受得了啊？不是监视你，我是紧张你啊。那谁让你那么优秀又那么招人喜欢？我当然不能让人抢走了。我那么爱你，这有的时候难免情不自禁做出点什么过激的事情来嘛。你说你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下次注意还不行吗？嗯。 我这一天赶路够累的了，你也不说心疼心疼我。这样，你换一身舒服的衣服，我去洗个澡，你乖乖等我。我给你带了礼物哟。这一天天的。 哟，换鞋。你这是喝了多少呀？喝点水。我这头疼啊！你在我这儿说头疼，你刚才在夜店你怎么不说你头疼啊？姐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问你。 花艳丽到底怎么回事？谁？谁是花艳丽？装，你再装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根本就不会问你。我劝你还是趁早招了吧。姐，你别老是跟个军统特高科似的，好不好？怪不得我姐夫背地里总是叫你典狱长呢。你别跟我扯别的，我就问你，花艳丽到底怎么回事？真没事儿，她就是阿莲的同屋。阿莲同屋。 阿莲同屋老找林一龙干嘛呀？那有时候我和阿莲跟龙哥见面，他就是来凑热闹的呀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不然能有什么呀？你们这帮人啊，就是太不单纯了，真的。相比而言啊，还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比较单纯，好交流一些。好好好好好，你什么都别说，我只是想告诉你啊，不要打林一龙的主意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我没有啊，姐。你以为你姐是傻子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呀。 你忽悠人李中原给你投资不成，现在你知道人林一龙有钱了，又忽悠他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忽悠啊，姐？啊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啊！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急思进取，一天一门心思忙着我的事业和追求，我在实现我的人生梦想。这些你们理解不了，我也不求你们理解。你别老是贬低打压人啊！我没有贬低和打压你的意思，我是你姐，我要不是你姐，我根本就不会说这些。 你的人生梦想我还不知道吗？你倒是想站在各种颁奖台上呢，可能吗？袁海军，我劝你趁早干点实事儿，踏踏实实的，行不行？月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？在相对的视线里，才发现什么是缘。 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，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从此不再 受伤害，我的梦不再徘徊。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。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。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从此不再受伤害。我的梦不再徘徊，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。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。